约了几个美女来，快摘一下杨梅。那老郭把他的雨靴都拎过来了。我以为下了雨，好像我都没想到这一茬。是黑的好，哎，黑的。好吃。上个礼拜我小姨买了，她给她喂了。好甜。好甜。咋卖的这个是？10块钱一斤。哦，这是你们摘的吗？摘的差不多，还是别人摘的？啊，我们摘的卖的。哦，好黑呀，你看。它里面嘛那些，它里面嘛那些。天哪，牛逼可拉屎！我还搞了个。穿个这个我要穿个白的，你看那家伙，人家的雨靴都拎出来了。我们都白的，你看。先把我们的领子给竖起来，能扣的都扣上。赶紧扣上。你把你的摆地弄坏了哈，弄坏了我不赔的啊。我不管。什么东西？你那皮叫吗？这个东西。那个。这是一种野果子。哪个？到了秋天的时候，这就会结果。这个。那个黑黑的，这个舌头上，我以前小时候放牛，你看。把它颜色和把它全部竖起来。哎，有梯子，把那个梯子扛着，摘高处的。还戴手套、哎。你这个衣服这么长，你这就跟戴个手套一样。哎、老公放牛放出经验来了，哎、从哪靴子拎哪。那个是黑黑的。哦，好黑那个。我准备上这个树上。你行不？行不？哎呀，到处都是。把那个梯子扛着。不会你们找不到的拿梯子，天哪，一看还会上去爬呀。好黑的。摘黑的，摘高处的哈，这够不着。这个里面，这个上面全是黑的呀。海拔不够啊，这看着着急。海拔。园长，你悠着点，你穿着裙子给这曝光，我不管。千万别过来哈，你千万别过来，我跟你说哈，千万别过来哈。跟猴一样就窜上去了。你千万别过来。这是山里长大的人，知道，上树快得很。女孩子都没有看到。好黑，这种最甜了。哎呦，我够不着。哎呦妈呀，这个数到了，好像是。我看到它，我看到它漂亮的，我就往嘴里放。这不是今天的声音吗？哦，你怎么来了？在这个上面。这半天。我跟庞嫂两个人就摘了这半篓子，够了。哎呦，摘不到。园长招个手，暴露一下你的位置。那个如果太那个了。这上树一把好手啊。杨梅没摘多少，这把人给热个半死，这个汗呢直接从这往下流。往上爬一点，这太低了吧。就看到这里有几个走的好一点。我这个树还可以收获。这边的还行，黑油黑油的。三个人摘了这么点，现在去打秤。来摘的人还蛮多的，路边的车都停的满满的。这摘杨梅没吃几个，把人差点闷死在树林里了，太热了，就摘了这么点。10块钱一斤，这应该也就两斤吧，应该不到两斤的样子。有事情啦，10块钱一斤，我尝一下。嗯，几个就行了。嗯。等我去泡点哈，等一下有吃就吃，吃就泡点。在那泡着，这好脏啊，这上面。泡着，等一下晚点，晚上放学回来就可以吃了。